可以栖身的梧桐枝啊！上了，上了，上了！哎，这什么事啊？这么热闹？啊，前一阵子，周穆刘皇叔下令在荆州访贤问答，不少达官贵族就趁机举荐了他们的子弟为官。可是后来皇叔发现这些人并无真才实学，所以就十分恼怒，结果就免去了一批。这不，今天榜文也登出来了。 说是让荆州裁郡都去刺史官署应考，优者给予录用。哦，这不是一般人的去的。那得有真本事啊！哎，这位大贤，在下眼神不好，请帮我瞧瞧。这主考官可是诸葛亮？啊，不是，为何不是他？啊，这诸葛亮是出自南阳，与荆州裁郡多有交往。他为了避嫌，就离开荆州，寻安各郡去了。 是这样，这些策论我都看过了，首属龙广这篇最有见地。你即刻叫他进来见我。遵命。 传龙广觐见，请。在下龙广拜见刘皇叔。龙广啊，你这篇策论不错，独有见解。 这篇文章真的是他写的吗？是。主公，龙广才识不错，但相貌太过丑陋，入位以重任，恐怕有失汉官威仪。依在下之见，怎么？主公，龙广虽有才学，但是不知是否有治国之才。 不如先让他做个县令，看看是否有真才实学。如果有真学问，再重用也不迟。好，你是主考官，就按你的意思办，让龙广先生出任耒阳县令。遵命。主公敕封你为耒阳县令。 三将军好剑法呀！武将不歇工嘛，文臣不废政务，天下方安呐。嗯。哎，公友啊，前些日子选出来那些贤才都发下去任职了吗？啊，都发下去了。这批才俊发到各县任职，大多都能胜任，只是那个龙广。龙广。哦，我想起来了。 就是那个文章写的很好的丑生，哎，就是他怎么了？他到了阳之后，不理政事，终日饮酒为乐，一应钱粮都不理会。哎，郡县两级多有非议啊！这庶如，连敢乱我法度！大哥，让我去一趟这盐县，去查查这昏官。你去？啊，我不行吗？想当初，俺鞭打督邮的时候，最恨的就是这号主啊！行了。 不用你去，啊！大哥，我刚才那是跟你说笑呢，啊！这趟去耒阳，俺绝不动粗的，啊！这在营里啊，憋得实在是难过，让我出去走走马吧。好，那你此去断不可任性胡来。哎，孙乾跟着一道去，凡事听孙乾的。哎，遵命。哈哈哈哈哈！起来，起来。
老孙，你看我穿这身官服还像个当官的吧？啊，乍一看没什么区别。不过，不过什么？怎么了？啊，就是你这双手。如果你这双手要是耍起笔杆子来，那得多粗的一杆笔啊！这么粗的一杆笔，要写下一纸判状，那得用多少纸啊？啊，是啊，这么一双大手，要捏起笔杆子来是有点困难。不过要捏也会捏得很好。哎，老孙，你这是拐着弯的取笑我吗？嗯，你这个算命的，哎。下官恭迎将军大驾。你们县令大人呢？龙县令他怎么了？禀将军，龙县令到任至今已经百日有余，县中大小事皆弃如敝履，不加理论。你嘀咕什么呢？啊，照直白的说。禀将军，龙县令他醉乡里面呢。啊，这都什么时辰了，太阳都多老高了还睡着呢？哼，去。哼，升堂。快快快，升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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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刚才是谁在嘀咕？我。你是何人？我乃张飞是也。哦，你就是那个长坂坡一声断喝吓退80万曹军的张飞呀。你也知道爷的威名，我来问你，我大哥把这一线百姓交给于你，你怎敢如此荒废政事啊？哼，将军说我荒废政事，请问将军，我荒废了哪些事？你到县百日，天天买醉，这还不是荒废政事吗？区区百里小县，有多少公事儿？将军稍坐，待我发落就是。这位大人，请你给我让个座。将军占了我的座，我这个县令总得有地方批公文呐。你，哎，哼！来呀，有何公文，通通拿来！快快快，全部呈上来。这是郡赏征召劳役的公文。在哪？这是征粮的簿子，需核算后上呈郡守大人。一共虚征多少？各驴加起来一共是12746担。错了，一共是12753担7斗。不是吧？不是。那你们就拿算筹好好算算，算算。管去，快快快快快点！田店521担4斗，中旅652担4升，日公文半日你就批完了？哼，这有何难？
你们算完了没有？算完了，算完了。多少？一共是12,753石7斗。禀将军，龙县令方才算得不错。哦，这么大的一笔账，你过目一遍就心算出结果了？就连曹操、孙权等辈，我都视为掌上玩物，区区百里小县，有何难人的事儿？哎呀，先生大才，易得失敬了，请先生这就随我回荆州面见主公。不必了，我闲云散鹤惯了，在这里急留了百日，已经倦了，该走了。慢着，走？你走了，我如何向大哥交代啊？来呀、啊！在，看住这个官署，不许一人进出。诺。诺。孙大人，你这就随我回荆州报与主公知晓。好，好。竟有如此奇人。嗯。哎呀，我真是不该呀，不该以貌取人。快，备马，我要去耒阳。主公，夫人已备好了酒宴，等着你去赏月呢。你去跟夫人说一声，就是我有要事需出城一趟。啊，大哥，嫂子可是个有脾气的人，我看还是等赏完月再去吧。哎呀，月亮可以一年赏多少回，可如此大钱一旦失去就再也寻不回了。快走。夫人让我禀报主公，阿斗病了，请主公回去。阿斗病了，让他请医官照应就是了。大哥，只怕是嫂子生气了。不用管他，去耒阳要紧。走，站。来，嫂子，哎，我渴了，去。好的。身退早欢笑。